凤董九立，掌声有请。谢谢，谢谢各位，谢谢您对我的掌声鼓励。是。希望您对我经常来，哎，没事来这听听相声，放松放松心情。没错，也是缓解一下生活当中的压力。是的，尤其来说学生工作挺辛苦的。哎，如果您晚上来到我们这儿，寻欢作乐。您各位没少花钱。是。哎，哟呵。小朋友，你还想喝酒吗？就我们这场所18岁以下不让喝酒啊！你也要喝？我也喝。我也喝。啊！他不跟你叫啊！我要喝洋酒。我跟你讲，哎，要洋酒那个你好啊，就是大伙来点高兴开心，就剩开心了。刚才我们二位优秀的相声演员，没错，来了外面这个叫李龙坤，哎，对，里面那只成龙。哎，他们二位那都是聋子科的相声演员，对，说的不错，赶紧下去休息休息。休息，这会给我们哥俩换上来，要放我们俩。一上台，您对口有熟的，有不熟悉的。对，简单做一个自我介绍。那好啊，我也是聋子科的相声演员，我叫任龙凤。哎，年轻的一个相声演员。对，着重介绍旁边这位吧。哎，还着重？那当然了。站在边上这位是我的搭档，哎，也是我的坐骑。对，我散了兵那边啊，一回来呢，我发现都没有地儿用它了。啊，对，我是只能在寒冷的地方骑。北京那个我上不了二环。为什么？废话，我是排放不标准。你骑着我上来的是怎么的？开结账了吗？对，1公里5元。为什么要骑你啊？你我都你坐骑了，你不是骑我上来的？谁说你是我坐骑？你不说我坐骑，你说的什么呀？你是我的好兄弟。我耳朵不好使是吧？行，那你等着吧。夸你，夸的是这么夸的吗？长得很靓丽。你在跟我玩说唱呢是不是？全是双鸭。哎，我跟你说这些都没有意义。哦，没有。介绍他的名字吧，是他叫碧水金睛兽，这是我。然后在哈尔滨，他也可以称得起一个必玩景点。这必玩景点吧，我什么您呢？我什么您呢？您刚才说的那词儿，碧水金睛兽，那不还是坐骑吗？我听听，这怎么跟我缝上？啊，我怎么碧水金睛兽？有味儿啊！一提大伙都知道，提你大伙不知道。哦，碧水晶晶兽比我的名字味儿大啊。对了，那你说我叫张云雷多好呢。那不行，那对对那搁你这儿，搁你这儿实在你又有点不别瞎介绍，我也不是你坐骑。哎，你自己说吧，我叫董九立。你看看，没有人理你吧。不是那个蹲桥里那我看见你了。你为什么不坐座？就在那儿，是因为买不起票。你没让节骨眼人本来又不长，你给知道什么时候吗？什么时候啊？那你再说，我给人节骨眼看腻吗？行啊，你来，你说，我叫董九立。那我明白了，更明白为什么刚才介绍我的时候，大伙长得不是特别热烈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大伙啊被我的颜值所迷惑。为什么？又不是坐骑。各位，您的这句话得罪俩人。得罪俩人，合着我还是坐骑。不重要了，不重要了，怎么不重要？骑不骑的怕什么？您得好好介绍，好好介绍董九立。哎，是我名字，是我的师哥。对，也是主角。而且来说呢，看我们这个穿着打扮，不是一场搭档。哎，一看就不是一对儿，对吧？我有原配搭档。哦，但是很不幸，怎么着？死掉了。别有一本啊！你动不动说自己搭档死掉，你这人性让人一听多刺激，是吗？啊？那我应该怎么说呀？应该说跟我搭档的处境是一样的。你搭档也死掉了？哪有那好事儿？哪有那好事儿？真是太可惜了。我们俩都是逗哏演员啊！对，我也逗哏，他也逗哏。嗯，带着人家人家九字科的演员，嗯，这个是我的师哥。嗯。为什么我能站在桌子外边？那为什么呢？他站在桌子里边，为什么这么安排？因为他照顾我，薛微的恰恰那么一内内。瞧人家这个计量单位。
我都没听到你那那那个那一靴子也不大。那有多大呀？这不就是这胳膊不够长，这胳膊不够长，咱俩差这么多吗？差不是差的专业，差在哪儿？差在哪儿？我这脑子比你差。嗯，差在脑子瓦下了。哎，还是个上海，确实差的有点儿。我这也差在哪儿了呢？因为我听我像个路痴。嗯，我刚进队的时候我就听人念叨。什么呀？他当初上学的时候啊，出了一点小意外。什么意外啊？他刚入学上小学的时候，大伙都正常。嗯，小学都得上，是都得上，都得正常入学。入学的时候，老师都得点开花名册，点上来谁呢，就要跟谁问个小问题。嗯，哎，觉得还可以呢，就进班里上课。啊、哦，要是不行呢，跟家里再聊一聊。入学小考试，看有没有什么小问题。嗯，老师点名字了，李雷，我来一小孩。老师您好，您吃饭了吗？您吃什么？你要不要吃早点？您饿不饿？你要不要吃咖啡？要不要吃豆奶？要不要吃点什么？这孩子这么小，嘴就这么脆吗？好玩啊！老师一看，骚啊！我这是留学去的吗？我这是。卡哇伊，还双语教学，你看，飞吧。三语了啊！塞了，这相声演员多博学。阿 Sir， 你个问题啊！宽谁上来宽谁，宽谁不上来就算了。哎呦，这个老师您最好说中文，听着费劲。我这问你问题，问的答得上来答，答不上来就算了。嗯，老娘，红旗是什么色儿的？红的。哎呦，聪明，宝贝儿太聪明了，这不是栋梁吗？那不是栋。我不知道栋梁，我知道栋梨。好，坐。嗯。接着点了啊。嗯。韩梅梅。老师您好，老师您吃饭了？您稍等，饿吗？你要不吃什么？要不要吃咖啡？要不吃豆腐呢？哟，你看我们班全会背罐儿，你看。哇，咋的？阿 Sir， 你们快点啊！快点上来，快点，快点不上来就算了。啊啊！玩这套词儿。我国的首都是哪儿？北京。哦，去过外地。哎，我北京上学，北京怎么算外地呢？老师是外地。哦。对。点名吧，是，董建斌，哎，到我原名了，就是董九立，董建斌，对，你来了，老师，我在班里，咱说话最稳重，咱说话最稳重，听老师吓一跳，太好了，有病是，吓我一跳，不对。老师在前面表达惊讶的时候一定是干嘛的，这不行、哦、这不行，一看你不行了，一看你不行了，现在实在想不出外国话了。你外国来的是吧？哦，你是外星人是吧？在这夸我，瞧你长那个模样，哟，长得跟健达奇雪带赛，这个比喻太难想。什么模样？你是老西还老干呢？老西问你，嗯，答得上来答，嗯，答不上来我弄死。好脾气。问，一加一等于几？再教他。心思缜密。一加一。一加一。别瞎出主意。估计躺地下了，就那儿了。送医院一检查，嗯，大脑四级烧伤。老师判了八年。不对，从那以后学校不敢再有人问他一加一等于几，谁敢问一加二就地就枪毙。这正常还得上学呀，那拒不教育他还得来呀，老师不敢上课，我们上课的时候干嘛呢？他呢就得在外边操场上跑圈，不是做那康复训练，你一上课铃一响他在外边好，要是跑累了就上树歇会，天天就这样。哎，我跑步都是这样，你说我怎么上的树啊？你会窜呢，你走不行，你会窜呢，跑两步还能窜上呢。对呀，就像王八爬慢，但是游泳很快，跑扭力子啊，蹭就上树了。我在树上还得亮个相。好多的来这帮课的学生，对吧？有这个考试招进来的，嗯，有走后门花钱进来的。对，高那个一般高人都走，他不一样，嗯，他是主动给招进来，是为什么呢？嗯，因为他脑子有问题，
脑残，智障，他来呢能给公司免税。哎呀，行了，就要他吧，就要他吧。他就来这儿了，哎，要来这儿了，差不多，差不多了。什么？因为博了，我是把你家孩子扔井里了吗？你当着各位干嘛这么说我？跟我们大伙儿讲点事实，这是事实吗？不是事实吗？打小时候你刚才说老师说那花风车那就不是事实啊？怎么不是事实啊？我们班就仨人是怎么着？我就必须是那团体的。啊，还有呢，还你必须得还，我还不上来，还老师考我都不行，我脑子不够，我还得烧伤，我还走路不利索，我还得上来，我还这里坐骑干嘛呀？你上来，谁说你是有坐骑？你不是中九地？你不是跟我玩双压了吗？真的？你听的，我听你说我脑子不好使，我这真听不下去。你越听越有点不好使了。那对，越听越不好使。什么叫不好使？当着各位后台有一个算，我这脑子绝对没问题。你别说脑子，你肢体你都不行都。说完了还没恢复呢吗？谁没恢复？还没恢复呢吗？你看这多溜索啊，这多溜索呀，这穿成这样的，很溜索啊，这还不比我那羽化器厉害呢。不是你这样，当然各位你实在不，你要说我脑子不好，那考考我不就完了吗？什么？你考考我不就完了吗？拿炉子，拿炉子，拿我当串儿了是怎么？寒冷的冬天，你考考脑子出题，脑子能考吗？出题一考不就碎了吗？小脑花，我听明白了，我不是真傻。你等会儿，咱别这考，咱别来谐音梗，那就出题考我。不用出题，不用出题。怎么着？做动作你都做不明白？做动作我这怎么做不明白？来，做明白，来，伸出左手，左手，这不是吗？这不是吗？张开五指，张开五指，伸出右手，伸出右手，伸出食指，伸出食指，在五指间穿插，就这个。伸出舌头，就这么难的。一七二零八，我问你答，你叫什么？王冷呢？多大了？范冷呢？你傻吗？不傻。你傻吗？不傻。不傻，你干嘛呢？我。见过这么小的鸵鸟吗？
没见过，没见过，那没见过。见过会摇头的王八吗？真没见过。王八，我问问你，你见过会摇头的王八吗？见过。我们都见过。别嚷嚷，还有呢，还有吗？啊，你还敢猜？你还敢说吗？啊，你敢猜我就敢说，你敢说我就敢猜。来来问你问题啊。什么？问你问题啊。都有一人有一个家庭啊，嗯，家里四个孩子，四，老大叫东风，嗯，老二叫西风，嗯，老三叫南风，老四叫北风。问他妈叫什么？不知道。他妈叫麻将。干嘛呀？东南西，对呀，东南西北。有孩子你还会打麻将？今天来孩子不会喝酒，就是会打麻将。太强了。他妈叫虎虎，为什么呀？因为虎虎生风。虎虎是他妈的小名，他妈大名叫什么？虎中丹丹。为什么呀？因为虎视眈眈。啊！哎，你要这样听，我也会。你也会？对呀、啊。来呀、啊！你听确定吗？你来，你来，我听听来。我问你啊，嗯，周杰伦，嗯，陈奕迅。薛之谦，谁打游戏比较靠谱？谁都不靠谱。谁打游戏靠谱？这仨人不知道。不知道吗？啊，应该是陈奕迅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一个这个成语说得好。什么呀？叫一声不吭。一声不吭。啊啊！啊听我这个，问说相声的祖师爷是谁？东方朔呀。哎，木匠的祖师爷是谁？木匠，哦，鲁班吗？还是？哎，对了。程序员的祖师爷是谁？程序员，知道吗？这是谁呀、啊？雍正。为什么呀？因为雍正专治八阿哥。赵国有一个名将叫廉颇啊，廉颇我知道，上单。
游戏真人啊，真人真人啊，真人。联合家门口那棵树总是歪的，问你为什么？为什么呀？不对，不对，不是他每次撞，因为有个词语叫“廉颇老矣”。哦，老矣的那棵树，老矣。哎呀，非常好玩吗？好玩吗？好玩吗？来玩吗？还来呀？我不想来了，我感觉我有点冷了。这叫泡澡的，那就像回哈尔滨了，我感觉。不是你，咱叫一题决胜负，一题决胜负，行不行？猜不灯谜吗？行，灯谜可以吗？灯谜可以。灯谜不能白猜，该怎么猜？灌点小赌注，怎么灌？别赌太大，那是赌小点，伤多小，赌命。好，谁说才死这儿？我还有个，就玩一回吗？太刺激了。关键万一加兄弟，我要死了。那换一换一，那咱俩赌小点，有点不带人身伤害，不带人身伤害，那就只能赌钱了。赌钱，那能赌命？好吧，一笔钱，这我知道你多大，一百块钱，咱就一百块钱，一百块钱，行，可以吗？行，有没有？注意，我先说，好好好，听我这灯谜，你来，我这灯谜是，方总，三头，六耳，好，八条腿，三列，行，你猜吧，猜吧，什么叫猜呀？我说完了，哦，说完了，说完了，完猜吧，哦，行，那你猜什么呀？得有范围。我们这是逢年过节的一种民俗活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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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头，对，六耳，八条腿，几只？三只，对，啊，八，三头六，那我猜着了，猜什么？民俗活动，民俗活动，那很小了，这不能来，来，你猜，过年这耍狮子，不对，怎么不对？肯定不对，咱得数啊，没三头，你三头。你看耍狮子不是得有俩人吗？是，这是两头加狮子一头，正好三头，多巧妙！那可不，六耳。你看，有三头并有六耳，那狮子是俩耳朵，耍狮子俩人四个耳朵加一块正好六耳。八条腿，狮子是四条腿，耍狮子俩人四条腿加一块正好八条腿。三只眼，你看狮子是一两三，狮子是两只眼。那个耍狮子俩人呢是四只眼睛，哎，对吧？你说的刚才不是三只眼，我说的是三只眼，说是吗？我说是三只眼，有录像，这是三只眼，那不知道，不知道给钱吗？对，都没谁输的，你输的，谁猜的？我猜，猜来吗？没有，给钱。那谁出的？你出的。谁猜的？我猜的。猜上来了吗？没猜上来。给钱呢？是，别着急。谁出的？你出的。谁猜的？我猜的。猜上来了吗？是是。给钱呢？哎，猜是谁出的？你别着急，我一会儿烧了，我告诉你。要判你呢，你可够判的，要把我烧了。你别抖了，你怎么着？你这样啊，一百元算我输了啊，你输了。当然各位也别算我这矫情，你干嘛？输是输啊，那你得把谜底告诉我，花钱买谜底，我骗后台那帮傻子。有没有？还有谜底呢？啊，我要谜底，不是说来不知道就给钱吗？真拿我当傻子呀？你不行，你得把谜底说。哦，来来来，说说出来。你那谜底什么呀？这别听谜底，给七十。那不行，四块五不行，要回家就买谜底了。我把命给你，我就要这谜底。行吗？行，我听这谜底，谜底是什么？听谜底，三头三只，我这是，我这是三只眼，老太太抱着猫坐三轮。哎呦，这真没想到啊，这真是十分的洒脱啊。我这谜底是你奶奶是吗？老太太，老太太，问我奶奶，老太太抱着猫，猫抱着猫啊，哦。坐三轮儿，三轮儿，这叫什么民俗活动啊？这叫什么民俗活动啊？这个大三元，你什么什么？这过年串门儿，愣算，愣串门儿，不是民俗，你靠没用，这里没有三头，知道吗？有，哪有三头？老太太一个头，帽一个头，曾三轮一个头，三头。